种荣耀，就对。玉婷，简单讲一下，就是看到这一幕，你的想法，分享一下心情。我觉得好酷，就是要掌声。耶、yeah ！谢谢台湾队，谢谢。谢谢觉得很惊奇啊，因为上次有过一次经验，但是因为那时候东京奥运疫情的关系，不像现在可以像这么自由啊，带着很轻松愉快的心情，那我觉得也很酷。谢谢总统的给我们的加持，谢谢。这是一种荣耀，就对。对对对。台湾的眼睛，民视。